火辣身材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的她，今日刚好就发文透露自己之前和朋友出去玩，在民宿烤肉前去全联才买的影片，真实的日常模样也让粉丝看见女神不同的一面，纷纷大赞好生活感好可爱。虽然从影片可以看到 Yuri 几乎都是对自己自拍，不过其实卖场都有禁止录影的规定，因为要维持商品独特性还有商业机密，因此就有网友在留言底下贴心提醒女神不能录影，没想到却引来另一名粉丝回应表示不劝你少管闲事，还附上哭笑不得表情符号，而 Yuri 则没有在底下回应此事，也再度引起关注。哎，要买辣椒吗？要买辣椒吗？